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何事啊？啊，皇上，捷报，捷报！好啊，好啊！巴令部将士与我大军前后夹击，又有御史粮草供应，达瓦齐弹尽粮绝，无可调之兵，众心离散，纷纷投降。是啊，我大军出其不意攻入敌营，达瓦齐及部下措手不及，自相践踏，万余兵丁顷刻瓦解。达瓦齐率亲兵仓皇逃遁，黎明时分被我追兵擒俘。端署长公主呢？是否安好？端署长公主被达瓦齐挟于身边，一切安好，先由我军接回照料，毫发无损。好，这算对得起皇阿娘了。传朕旨意，将达瓦齐家人接送京城，不得怠慢。尤其是长公主，慎之又慎，不许有岔子。不过，达瓦齐真有这般善待长公主吗？端叔，长公主她已有身孕，达瓦齐所以百般顾惜。准噶尔多年未平，给了达瓦齐恩典，还不知足，朕真想杀了他。只可惜，长公主出了这样的事情。罢了，朕也只好宁佑加恩，封达瓦齐为亲王，准许他及子女居住京城，永不北归。是，朕还要以平定准噶尔为由，为皇太后加徽号，以示庆贺。臣遵旨。达瓦齐入京后，会与午门受俘。行献俘礼之后，只要达瓦齐能够痛改前非，归顺投诚，朕也会终身厚待。皇上圣明。太后，怎么样，横处如何？长公主无恙，一切平安。皇上厚待达瓦齐及其亲眷，还让礼部为您拟了徽号，是“御寿”二字，可见皇上仁孝。哼，皇帝若真是仁孝，就该让横绰和达瓦齐这个逆臣和离。没法和离了，长公主有孕，已经五个月了。什么？太后，不管怎么样，长公主都能在京城安稳度日，与您团聚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怨你，怨你，太后，怨你呀，太后。儿臣拜见皇额娘。快起来，快起来吧。女儿啊，咱们母女一病二十年，终得相见。女儿，额娘，女儿再也不愿离开你了。不能离开了，不能离开了。儿臣以她是端叔姑母为由，去达瓦齐的府邸看过了，她还算安分。探子也来报，说她心智跌堕，发
放荡度日。达瓦齐不耐京中风俗，每日向大池中央驱鹅逐鸭，沐浴其中以为乐趣。他还耽于饮食，大吃大喝，日夜不休。皇额娘昨日还和朕提起，说达瓦齐糟蹋府地，酒气逼人，要横绰移去慈宁宫居住，朕也允了。皇阿玛仁孝，体谅皇祖母心意。朕对这个妹妹，真是满心的愧疚啊。听说端叔姑母已经进宫了，皇阿玛可要去看看她。快停轿！停！你我兄妹多年未见，不必行大礼。不，先君臣，后兄妹，横绰不敢僭越。这些年，朕一直惦记你。你可还记得，这是什么？不记得了。怎么会不记得呢？这是你出嫁前，你送给朕的金丝蝈蝈笼子，你小时候最爱玩的。身为笼中人，哪里还喜欢玩这种笼中虫？皇上所言，横绰真的不记得了。天色不早，横绰先回府了。你还是赶紧搬回慈宁宫常住吧。皇额娘最惦记的就是你。等我生下这个孩子，我自会去陪伴皇额娘。我欠了她孝道，我一定会用余生弥补。望皇上也是。朕的妹妹，她不会原谅朕了。